不丹佛教的信仰可以追溯到西元7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时代。传说当时他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教，在1天内完成了108座寺院，其中2座寺院就位于不丹，让佛教在不丹种下因缘。直到第8世纪，佛教才正式在不丹传扬。当时不丹东部的本唐国王延请莲花生大士来此降服在地恶魔，驯化后使得恶魔皈依佛教，发心守护佛教，开启了莲花生大士首度来到不丹的因缘。隔日一早，2018不丹朝圣团团友乘坐中型巴士，自不丹首都廷布出发。中午，大众抵达普纳卡，并于母河河畔用餐。下车，下车，吃饭了。天气宜人，众人在户外野餐，之后也随意在附近参观。四面环山的河谷低地，一旁碰巧有庄严的白色大佛塔，金色转经轮与飘动的大白风马旗，与开满紫花的大树，举目无不是令人惊艳的风景。下午，2个景点都在普纳卡。首先来到一个巨石所在，这是印度成就者竹托纳给仁波切烈石救母之处。法涛阿尼应师父之邀，简单为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随后，众人也随师父在石前发愿，利益无量如母有情众生。生命之旅，目的是为了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所以不丹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：该忙的是什么？修行啊，其他的不要太努力。对他们来讲，生活是简单的啊，但是修行是丰富的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不丹的颜色都是最庄严，这代表内心的庄严啊。他们所有的庄严都来装饰佛教的文化啊，那生活就很单纯。但是他因为他是一个修行人，你可以看到他们全部的学生穿的都一样啊，大人小孩穿的制服都一样，所以这有点像出家人一样啊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不丹就像一个寺庙一样，不管住在这里面的人，每个人都以莲花生大师做他们的本尊在修行，所以所有的水都有转经轮，啊，所有有风的地方都有风马旗，啊，所有乃至路边都有佛塔，利用各种的环境来提升我们的修行。特别塔代表菩提心，啊，菩提心，经幡代表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感受到对方的苦叫大悲心。想要去帮助对方离苦叫菩提心，啊，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不断的修行菩提心。就我个人来讲，我来到不丹都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回家的感觉，啊。在朗朗晴空下，就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，一列兰花楹抢尽风光。白红为主的高大建筑普纳卡宗，等待着尊贵的师父莅临。不丹为政教合一的国家，宗音译子宗，是地方的行政机关，同时也是佛学院。不丹境内有20个宗，而今日到访的普纳卡宗为全国规模最大。来吧，一起拍完了，走了。再见。不丹发展佛法修行，包括他们的寺庙最大的叫众，政府跟出家人各一半啊，所以所有的政府人员都跟出家人在一起生活，以出家人的这种修行，然后呢发展菩萨道。所以这个叫政教合一啊，这种方法，当然这只是一种修行的模式。所以我想来到不丹，最主要是要学习这种不丹的心态。我们佛教有一个戒律，特别在大乘菩萨，他叫宁舍生命，不离开极静处。就是说，不管你怎么忙，但是内心里面要保持平静，啊，知道它是一种虚妄假的。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你的利益众生，而且利益众生还不能执着，有众生可以度，我们叫三轮体空。所以最好以后各位回到各自的社会国家，人家问你你哪里人，你要马上回答不当人，代表你已经有入心了啊，净化，目的还是要去弘扬佛法也好，做一点事情也好，这是应该的啊。有空白的牌位，大家多写、多慈悲、多观想，你能够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。把我们朝圣每天上供下施所有功德，布施给所有需要的众生。所以佛陀说，慈悲才是供养诸佛菩萨最好的方法。那帮助众生，一定可以成就自己。所以我们就积极的去做。 像我们现在一休息，赶快要来做施食哦，来做一点对当地有帮助的啊，所以每天就是这样上供上报，下施众生，忏悔业障啊，有愿让自己能够净化。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愿这一次不丹之旅找到自己。事实上，莲花生大师就是我们自己。 每一个佛菩萨都是我们的自性，只是我们追求世间的这些啊变化无常了，变成离开自我。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包括各位这次出来，手机都不会响，多快乐啊！那坐在车上打瞌睡也好，思维佛法也好，啊看风景也好，最好看风景。 每一个树都把它摇嘛那边面红，每一个水，每一个山，啊，包括路边的人、动物，因为不丹只有80万人啊，所以看的人不多啊，特别在山区。但是这边是动物的天堂啊，每一种动物和谐相处。世间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冤亲不平等。我只爱我家人，我不爱别人；我只爱人，我伤害动物。 那这个世间就苦了。释迦牟尼佛讲的空性就是平等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都想要离苦得乐，得到幸福。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。所以各位这几天都吃素，发个愿，从今天到成佛都不吃肉了，好不好？愿各位来不丹以后回去变一个人，变成好人，善良的人。 佛教要我们培养这种平等无分